你干嘛呢，台上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是您的车，对不起，我马上走。外边有什么好拍的？上里面拍。走走走，那个摄像，那个你骑着小哥电动车跟着车后边啊，车上坐不开。为什么你需要我的时候？你这手里拿着什么呀？给你丈母娘准备的礼物吗？那个刚好有大用处。你又能陪着我吗？干嘛呢？自信点，小伙子。你的誓言一次又一次过，所以是时间不对。张小姐，您的外卖。这是买给妈妈的礼物，快回去吧，别让妈妈知道我是干这一行的。妈妈，教堂的白鸽不会欺问乌鸦，海的故事只有海鸥来回答，迟来的阳光照不了苦。那我先走了。如果大雨落下，就让阿姨在那里。啊，妈，这是我男朋友周爽，是我未来老公，也未来的姑爷，希望你能祝福我。你这是胡闹！如果大雨留下，好了，要不然我们就这样吧。你说什么？你别让你妈生气，就我这个样，我怎么给你幸福？怎么给不了了？你拿着，我刚刚生气。这丫头骗子，男朋友了也不告诉我，我这礼物都没准备。这是你发给萱萱的吧？对，我是想三天之内买辆车。买啥买呀？外卖员不是自配那个两人的座驾吗？360度全景天窗，还环保着呢。你俩可要好好的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看好的姑爷可别给跑了啊！哎，妈，你放心吧。傻呀，问我干啥？送你三月的风，六月的雨，九月的风雪，要喊得叫，赶紧叫下。雪满天飘零，做你的嫁衣，多美丽。哎，大姐，我们看你好长时间了，我们上面有一个免费试婚纱的活动，您跟我一块试试去吧，我感觉你挺合适的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还得送餐呢。啊，没事，这个免费试嘛，哎，您跟我上去，您让他们去做，把餐送一下啊。哎，走走走，大姐，哎，您特别合适，走走走。免费了。对对对，等等。看看有好看的吗，大姐？有喜欢的可以上去试一下。谈不上迷茫，这个行不行，大姐？你看，上上试一试吧。试一下吧，来一个。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，想要雪白的姑娘和漆黑的窗。姐，您这就觉得好看吗？多好看，是不是啊？给那个大哥开个视频通话，今天那么漂亮，让大哥看一下。我想要现实的真相和爱的幻想，最深情深的谎言。你那怎么黑屏了呀？你看好不好看？我在参加一个试婚纱的活动，你看好看吗？对呀，你说啥？哎，姐，大哥可能觉得隔着手机屏幕看不好看，那个他可能想立近看一看。心里只是怕伤害我，不是骗我，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。全部幸福不会来了。以前咱俩穷，结婚的时候没理好什么什么。今天咱婚纱结婚照有意思吗？你嫌钱挺多呀啊，要拍你自己拍吧。为啥不拍啊？因为我们两个人40多岁了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工资才6000块钱，因为穷。
你是我媳妇，我是你男人，因为你跟我了二十多年，受了二十多年的苦，我今天要让你幸福一回。你我脾气不好，我今天我就任性了。哎，这套婚纱要了，有什么可以拍摄的场景都给我安排上。我那套和服，我那套白色的婚纱都挺好看，这些好看的都给他拍一拍。大哥，这衣服版型真好啊，显得人高挑，很有气质。是说衣服呢，还是说人呢？咋还脸红了呢，小姑娘？姐，您还真有眼光啊！大哥，您看您身上这件素写的衣服多显年轻。谢谢你，小伙子。拍完照，请你吃大餐。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你。春花是你，笑语。哎，叔叔阿姨，看风景了，在这儿。今天是我们结婚35年，在农村待一辈子，没出来过。今天领着出来溜达溜达。他说啊，带我来看城市的露天电影。露天电影？对呀、啊。在哪儿呢？哦，那。你们这是吃的啥呀？这是我们带的饭，这样是我自己腌的咸菜，小伙子，你尝尝，可好吃了。哎，好吃吧？好吃啊！这咸菜我吃了，你也不能吃了，是不是？要不然你给我上这里边，我请你们吃个饭啊！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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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，快快走走。来，叔叔阿姨，咱去那边吧，咱去那边坐着啊，来。以后那个少吃点那个咸菜，对身体不好。快吃肉，快快！我这不爱吃肉，吃吧。我都够了，你快吃吧。你现在不吃啊，咱回去就熬不着吃了。快吃吧。我这辈子就是愿意吃你在家做的饭菜啊。我们从小小的人儿到慢慢长大，有多少陪伴算快意飞马，因为所有感情需要对方去回答，只有你才会自杀。可笑把我们花时间怀念来不及的年华，新愁旧伤尝遍酸甜苦辣，人生有那么多遗憾随着时间蒸发。到头来你看那、啊、我们从小小的人儿到慢慢长大，有多少陪伴算快意飞马，因为所有感情需要。总在孤单时候眺望月空。不用不用，这些都是些小朋友吃的东西。咋了？在我眼里你就是我的小朋友。跟在你身后像影子吹着光梦游，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，每当我为抬起头，眼眼泪都觉得刺激。医院证证实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那个时间也不早了，叔叔阿姨，找个车把叔叔阿姨送回去啊。今天谢谢你了，小伙子。哎，没事，应该的。这个我联系方式，你留着点，以后再来的话不方便的话可以找我，我带你们玩。到医院给我打电话啊，开车慢点吧，谢谢，送回去啊，慢点啊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走吧。你好，这是那位老夫老妻留给您了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，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。有的爱像大雨滂沱，却依然相信彩虹。